我是一个黑心的商人，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最近屡试不爽的新套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会聘请无数业务员，让他们以高息理财的项目的名义和你签订合同，帮你把钱打入公司，实际上你的钱全部被我们转走，用于我的日常消费和挥霍。最短六个月我就会带着钱逃之夭夭。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会租一间豪华办公室，创立公司，在酒店开各种会议，告诉你公司上市的好消息，骗取你的信任，购买公司的股权，实际上我的股权一文不值。我当然不会告诉你我会编造一个类似虚拟货币外汇投资比特币这样高大上的投资项目，让你扫码注册，然后给你编造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神话，这样你的钱就会源源不断的转给我。我更加不会告诉你我会去外地租一块土地，假装是我的个人资产，然后打着响应国家政策，通过代理免费旅游，宣传高息返利，让你掉入一夜暴富的陷阱。格局决定结局，定位决定地位，欧耶！千万不要将这条视频转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不然我的套路就不管用了。记住，我是一个黑心的骗子，请大家一定相信我，我会带着大家赚大钱。